如果你平时喜欢拆家，没有这套工具可算是白瞎了。内置30枚皮头，加一只手柄和一只伸缩杆，组装简单。无论是手机、电脑、耳机这种电子设备的拆卸、插排的维修、玩具的组装都可以。就连我家窗户上这种内六角螺丝松了，它都能拧。家里有这一套真是太方便了。